看甩负面形象，李婉玉新闻宣打双北市长牌。负面交易比较多，那拜你个什么次？哪有啊？你正面不怕？我们都是。你什么？你笑什么？我个性比较直，明明胖胖，你什么毛病啊？我爱你不行吗？不行，你吵到人了，人家不欢迎你了。很辛苦了，现在要推动政策，根本没有人要听，所以我的新闻就是都是，喝酒啊，然后反正就是。这都是这些，所以对我实在是很不公平。新北市板桥区议员候选人李婉玉负面新闻不少，为了证明自己的好，制作影片找来双北大家长赞虾。是个好议员，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要断片就好了。柯文哲市长，这个请大家支持板桥十三号李婉玉，云林需要一席，请抢救李婉玉。请大家帮忙支持豆虾，全力扭转形象。后啦，婉玉姐姐，我最公平啦。我是一个做事的人，然后我很努力、很认真，在我的这份工作上。那八年的民意代表，我没有做任何其他的工作，我就是全职的民代。然后比别人多更多的认真。那这一次在深蹲协会的统计上，李婉玉的提案次数是5。个提案29个复议案是全板桥的议员最多的，所以我不是只会喝酒，请大家多多关心我为大家做了什么。突发中心新北报道。